海星老师啊，还有一些在海外的华人家长，为了小孩子能够继续学习中文，他们也费尽心思哈，在教小孩子汉字的时候，会尝试着把汉字进行拆解，来给孩子进行解读。那应该怎么样来对汉字进行一个正确的拆解呢？谢谢。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实际上本质上是个学术问题。就是我们在某一个阶段启发孩子的学习的时候可以这样，但是从真正文字学习上的时候呢，一定要从已经学术界认定了的这个字是什么来讲。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有些人包括写了些文章，就把汉字分解以后呢再讲，其实讲的都容易不准确，反而把思路引导到一个不正确的路上去了。所以在拆解字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一定要规范。那么比如说吧，我就举一个例子，什么叫有福？有福这个字我给学生讲，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包括网上能查到很多解释这个字的时候，说这边呢这是相当于衣服，这个一口甜，说有吃有穿就是幸福。然后有的文章写说人一定要珍惜你啊，不要太贪图享受了，有吃有穿就幸福了嘛。但是这个说法完全是错误的，这个精神境界已经低到了比四千年前的我们的先民住洞穴的时候精神境界还低，就为了一口吃和穿就是幸福吗？不是，甲骨文里头是这么写的，这最简单的福字什么意思呢？陶器发明了以后做了个陶的瓦罐，把粮食和种子放进去，不小心洞穴里头进去雨水了，自然发酵了，消了以后呢，最后打开以后一股酒味儿，一喝就迷迷糊糊的，说哎呀这是个好东西，这是坛子里的酒。这时候这样一个好的东西，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把它放到它旁边去。它是什么呢？全世界不管任何宗教，最早的宗教信仰用的全是十字架，不是说基督教才是十字架，最早都是十字架。为什么是十字架呢？在山的最高处立个杆子，认为这是个天线，就能够联系上神，或者是上帝，或者是天神。那么后来这两个怎么出来的呢？这个叫神事变，这两个出来是为了加固这个杆子，又拉了两根藤或者木条，所以把这坛子酒立刻献给神，不是自己享用，而是奉献是最大的幸福。注意，人类原始情节里头这种奉献是幸福，一直指导到现在，这是高尚的，就是说我答谢神对我的这个庇护啊，庇护。我有好东西，我把它献出去，这是幸福。这个幸福的价值观远远高于有口吃的，有个穿的就是幸福。大家想想是不是？四千年前，人的精神境界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高度，有信仰，有奉献，有回报就是幸福。你到四千年后了才说，哎，我有口吃的就幸福了，那不价值观已经降低了呀？所以社会文明进步是靠这个实现的，不是靠自己有口吃的实现的。那海星老师，这个福字呢，简化字和繁体字相差的不是太大，您能不能够举一个繁体字和简化字相差比较大的字来做个解释呢？谢谢。啊，好，我想到一个字，这个字简化里边，我在给学生讲的时候，这个"里"字说不清楚，但是
它的两个繁体字，一个这么写，一个这么写。好，不管这个是这个的变体，真正的是这个字，这个的甲骨文是什么呢？这是衣服的衣，这是衣服的衣，然后大致是这样，就是说衣服里边就是衣服是双层的，里边这是里外的里，这是宫里啊华里的里。后来简化字不用这个了，就是为了简单就用了这一个字，但实际上你要拿这个字怎么也讲不清楚，只有把这个字讲了，有个衣服的衣才能讲清楚，这就是繁体字和简化字需要讲的东西。但这里头有很多专门的学识需要去研究。好，到这里陶海星老师关于书法的现在和未来的讲座就全部结束了，感谢陶海星老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收听，谢谢。